保住吴藩未叛时，常遇将士，有独立能擒一虎者，优以领路，好打虎将。江中一人名保住，见节如脑，底中见高楼，梁木出架，驻沿楼角而登，顷刻至巅，立即领上急趋而行。凡三四反矣，乃永身跃下，直立挺然。王有爱击善琵琶，所欲琵琶，以暖玉为牙柱，报之一世升温。击宝藏，非王守玉不出世人。一夕宴集，客请一观其意。王氏堕，期已一日，石柱在侧，曰：“不奉王命，臣能取之。”王使人持告府中，内外戒备，然后遣之，住于石。数众员使达积怨，见灯辉室中，而门扃固，不得入。廊下有鹦鹉宿架上，住乃作猫子叫。继而学鹦鹉鸣，急呼猫来，百扑之声且急。闻鸡云：“绿奴可及事。”鹦鹉被扑杀矣。住隐身阴处，俄一女子挑灯出，甚府离门，住已塞入，见鸡手琵琶在脊上，住斜驱出，鸡恶呼叩至，访者尽起，见住抱琵琶走，逐之不及，攒使如雨。住跃灯树上，墙下固有大槐三十余张，住穿树行鸟，如鸟移之，树进灯屋，屋进灯楼，飞奔殿阁，不赤赤灵，瞥然不知所在。客方引住抱琵琶飞落檐前，门扃如故，鸡犬无声。